日前才有网友在中山大学看到猕猴插吸管喝饮料，结果其他网友呢也接力贴出了猕猴在校园里的私生活照，像是坐在女子宿舍前等人下课，或者是低头看考卷、办公等照片，让民众觉得猕猴似乎越来越人性化了。高雄中山大学临近寿山，猕猴众多，现在校园里的私生活照也一一曝光。一只猕猴坐在女子宿舍前等人下课，还有民众目击猕猴会低头看考卷，或是坐在机车上吃泡芙，拿着不知道哪里来的啤酒准备好好享用。而最经典的还是这张，坐在办公椅上低头办公，还以为是新来的同事。网友接力贴出照片，就是因为日前猕猴插吸管喝饮料爆红，民众都很有感，猕猴越来越人性化。它有点像学习人性化啊，学模仿人类的动作，所以它可能进步得蛮快的。像寿山的猴子，它常常跟人接触。那再来就是呢，它都是生活居住在跟人类重叠的生活范围里面，等于我们会观察它，它还会观察我们。而经常跟人类抢食的猕猴，现在也已经进化到会选择想吃的食物。纸袋会有香味，它甚至可以去辨别说，哎，它是麦当劳的，它是咸酥鸡的，它是早餐的等等的。虽然猕猴抢食在高雄已经见怪不怪，但接连几张私生活照曝光，再次让晋级的猕猴掀起讨论。记者陈月、陈怡瑜高雄采访报道。